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啊，妹子，咱们刚刚完成了一个数据类型的讲解，是对象类型。那这节课呢，咱们再继续学一个 PHP 的基本数类型，也就是字符串类型。那前面呢，咱们介绍过字符串的类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只是简单介绍一下。那字符串别小看这个东西，在咱们程序开发中简单而重要。那重要到什么程度？你写的程序里边，后边的程序里边，也就涉及到算法的，不管写什么样的程序，30%-40%左右的程序都要跟字符串打交道，所以是不是很重要啊？对吧？而在其他语言里边，在写字符串的时候处理就比较麻烦。PHP 语言跟别的语言比，处理字符串是特别容易的一种语言。比如说C语言里边，要想声明一个字符串，因为它根本没有字符串类型在C语言里边，它只有用字符数组，还有长度限制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什么字符指针才能模拟字符串。那在 Java 里边呢，字符串是一个类，咱们去处理的。而在 PHP 里边呢，字符串是一个数据类型，而且没有长度限制，听懂吗？没有长度限制，这点就很可怕了，听懂吗？那么我们前面学字符串都学过哪些呢？咱们来总结一下，好吧？字符串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，因为这是经常用到的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前面咱们声明字符串的时候，因为前面咱们在讲数据类型的时候，稍稍用过字符串这个特点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咱们总结一下。好，在前面学过字符串，第一个，字符串的声明。声明怎么的？它既然是一个数据类型，直接给一个变量就行，对不对？对，数据类型，对吧？嗯。那我们看一下声明的时候呢，可以使用双引号，也可以使用什么单引号，这是字符串咱们声明的特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非得强调这俩呢？因为在 PHP 它俩是有区别的，对吧？跟别的语言区别就更大了，因为在别C语言里边或者 Java 里边，单引号只能声明字符，不是字符串，字符就是单个的一个字母，那叫字符，对不对？而在 PHP 里面呢，多个字符都可以用双引号和单引号声明，所以这是有区别的啊。那它俩区别在哪儿呢？还记着吧？对，双引号中可以解些变量，这是一个特点，对不对？另外，双引号中可以使用所有的什么转义字符，对吧？所有的转义字符，这前面咱们重点介绍过，这里边咱们就不用多说了，对不对？那除了使用双引号、单引号声明，还可以使用什么？定介符。这个符号来声明，对不对？对。前面呢，咱们也重点提过，这是咱前边学过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学字符串重点，咱们要学什么呢？就是字符串，就是咱们对字符串的处理，对吧？最主要的处理分为这么几个：分割，是哪个割呢？这个，分割，匹配，还有查找，还有替换。这是咱们要学的最主要的字符串处理的一些方面，听懂吗？当然了，单纯的字符串处理本身达到这些是很难的。咱们除了学习字符串，咱们还要学习正则，正则也是处理字符串的一部分。这两个咱们要合在一起说。那这节课呢，咱们先完成字符串的说明，把正则单独当成一个知识点，咱们单独来学，好吧？好。那除了咱们前面学过的这个字符串的处理特点，那咱再看一下新的字符串，也就是咱们有一些没有接触到的都有哪些呢？也经常用到的，这个就是字符串处理方式的一些特点了。字符串分割、连接啊，字符串的比较以及字符串查找、匹配和替换，这是说明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字符串的处理的一些细节。那先看一下第一个这个程序，
对吧？嗯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咱说处理字符串，除了自己单个的去操作，自己想函数，那么你想对字符串的处理方式，基本上系统都给我们提供了现有的函数，也就是我们直接用函数就能够实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听懂吧？那么系统函数就专门处理字符串的吗？记着一个特点，有个特点什么呢？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数据，也可以使用字符串处理函数，看到了吗？那怎么处理呢？处理的办法就是先将什么其他类型自动转成了字符串，后再处理的，看到了吗？比如说咱们看一个例子，咱们看一下这块啊，比如说 CUNT 是干嘛的？统计字符串长度吧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个是统计数组的长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用它统计字符串的长度，看一下，这是统计数组长度，对不对？不管有多少个字符，它当一个去处理，这是统计数组长度，不是统计字符串长度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访问一下 test.php， 你看啊，不管字符串多长，它都当一个处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字符串里边是空字符串，用它统计呢？多少呢？看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字符串只要是这个是统计数组的，但是用它统计字符串多长，它都是一，听懂吗？这点一定要记住啊，因为面试题的时候经常会给你一个用它去统计一个字符串的长度，问这个是多长，你要回答是一，因为它是一个元素。空也是代表一个元素，听懂吗？数组的元素，这个别忘记了。而字符串统计长度的是用哪个函数呢 ？strlen， 这个是统计字符串长度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 ，hello， 一共几个字符啊？五个字符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输出一下 hello， 来，我们访问一下，是不是五个？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把它换成，看好了，我输出一下换行。BR 画上看到了吧？那我再输出一下，STRLEN， 我统计100的长度，或者1000、10000，看到了吗？那现在这统计的，我们是统计的什么？是统计字符串吗？10000是字符串吗？是整数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这块，先将它自动转成了字符串再处理，对不对？那10000转成了用字符串处理函数。用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想把它转成字符串，不是说你干别的它就转，听懂吗？只是用字符串处理函数处理的时候，它转成字符串之后再处理。所以这个10000的长度是多少呢？看一下，是不是五个？对吧？这块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特点，看到了吗？那字符串还有什么特点呢？给大家保存一下啊。好了。字符串可以像数组一样单独访问，等于说像数组一样单独访问，听懂吗？什么意思？比如说声明一个字符串等于 hello， 哎，这也是 hello， 看到了吗？我可以像数组一样取出数组中每一个元素，比如说我取出数组的第，这不是数组啊，记得是字符串可以像数组那么访问，对吧？特点这块啊，我记下来，字符串可以像数组一样通过下标来访问到每一个字符，看到了吗？但不是数组，类型是字符串，听懂吗？比如说我想输出这个字符串里的第一个字符，像数组一样是不是用总括号，第一个字符是不是 0， 就搞定了，对吧？来，我们看一下结果，第一个字符是多少啊？是不是 H？ 如果咱们通过程序分割匹配上耳替换，那么我想取出字符串头两个字符或者头三个字符，对不对？那咱就不用费劲去那么写了，干嘛呀？头两个或三个 str 一，用点是不是连接字符串的？前面的重点学过。对。那这么一连接，现在咱们输出字符是不是前两个字符啊？
那输出就是 HE， 干了吗？对吧？这个别人通常会理解为，如果不看到前边的内容，只看到这个，好多人都会误认为这是什么？这是数组，对吧？其实是字符串，记着它不是数组，能理解问题吗？那我们来看，再来看一下啊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可以通过下标，那记不记得数组，也可以通过大括号下标来访问。下标访问成员，可以吧？数组可以通过这个，那字符串咱们也用这个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，我再连接一个括号，第二，再 echo 一个。$str 大括号零点大括号一，看到了吗？一样可以访问到每个成员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是不是两个都可以了？这俩用哪个呢？如果访问数组的时候，我建议你用字符号。如果访问字符串成员的时候，在 PHP 中，我建议你用这种大括号的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别人就不会误，对，不会误以为它是数组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俩方法是不是都行的？都行的，对不对？都是，这俩都是可以的。那现在假如说妹子，我给你出一道题。在一个字符串里边，我想把13579这个字符拿出来，组合成一个字符串，会不会的？对。是不是字符串有多长，咱们就可以循环一下？对。对吧？来，做个例子，比如说，这块我这块有，随便吧。敲一大堆字符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字符，对吧？然后我们 for 循环 $phi 等于零 $phi 小于 strlen， 是不是字符串长度啊？便利字符串每个长度 i 加加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，如果 $phi 取模二等于零，对吧？我现在随便做一个 $s 等于一个空字符串，对吧？我要 $s 点儿等于，是不是连接一个$str 大括号$phi， 看一下是不是把双倍的字符串取出来。对，然后我输出 $s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$s 是多少。你看透过前几个是不是把双，对，取于等零的，对，从下边开始零开始的，是不是13579的那个都取出来了，字符串长的这些。当然这个字符串没有规律，你有可能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起一个有规律的字符串，你就能看出来了。比如说这块 ABCDCDEFGHIJKLMN， 我就这几个，你看一下这样的字符串我们取出来是不是 ACEGIKM， 对吧？前面两个字符都是 AB， 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所以呢，像这样的算法，通过下标取某个成员组合成自己的字符串，这样的算法是经常用到的，所以呢咱们就用这种大括号方式来完成，好吧？那就是这节课我们的字符串的内容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点咱们要总结一下，什么呢？字符串除了有什么，有什么字符串啊？有英文的，对，英文字符，什么？还有中文，对吧？中文的字符集有很多种，有 GB23， 有 UT128， 对不对？ GB23 占两个字节， UT128 占三个字节，对吧？那这里边我们求长度，我们来试一下。你看啊，我这块输出一个括号，我现在默认的字符集是 UT128 的，对吧？所以呢 ，S echo 一个，输出一个 strlen， 你看这里边写着，我就打俩字，中国。如果是 GB32 的话，打印的长度是四个的。如果是 UT128 的，每个汉文字占三个字节，那这块应该输出几个啊？看一下，是不是输出六个？对不对？如果没特殊要求，尽量所有的字符串用 UT128， 听懂吗？占三个字节的。好，那就是这节课我们先暂时介绍到这里边。当然，字符串的特性咱还没介绍完，对吧？稍后咱们再继续介绍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我们先介绍到这里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